流口水。嗯，流口水。嗯。看到什么流口水，妹妹？流口水。这条。两个烧麦，一个萝卜糕，一个豆沙芝麻球，一个养生山药糕。没有喜欢的。有了那个。没有，其他都没有。对，所以其他我们要点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说你要吃那个猪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算一下，看它第一页，还有高姐。京都排骨，哎，是橙汁排骨吧？我想要流口水。口水了，乖乖看一下有没有口水，口水没有流下来。嗯，好。那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口水。116。哦呦，有口水了。啊，早饭。你也早饭了。早饭配这个很好吃哎。牛肉炒饭吧，好吧，好不好？我要这个。好。炒饭。牛肉炒饭哈。牛肉炒饭。现在点了一个和风水果沙拉，橙汁肉，然后牛肉炒饭两个，对，然后今年蒸烧麦两个，辣味萝卜糕一个，然后豆沙芝麻球，然后养生山药糕，就这样吗？应该超过300了。爸爸叫你算好不好？你的橙汁排骨220。220，炒饭180，面线200，沙拉120，这样都好了。啊，五的港式点心，老板送钱的，不用钱，这比较不会苦。这叫做普洱茶，普洱茶。有没有要喝普洱茶吗？茶。啊？普洱茶。对。普洱茶。普洱茶。我们第一道叫做五味爆炸。爆脑炖汤，橙汁肉脯，好香呢。牛肉炒饭，你要一块还是两块？两块。两块啊。然后要帮你弄吗？我帮你弄。你两块就可以了。妈，我是谁？小李说什么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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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真的。豆沙芝麻球，这谁要吃的？你要。小麦。到了。爸爸这边一个。我还想要再一个这个。妹妹吃三块肉呢。我要水果沙拉。哇，看起来好吃啊！这里的，我想要。现在吗？我想要帮我刷牌子。这个西瓜掉进肚子里了，我的肚子在长颗西瓜。姐姐，你的西瓜也会长大你的喉咙，还是长大你的肚子？大碗萝卜糕。这萝卜糕是谁要吃的？好，里面一片，真山药汤，那山药比较软。那个东东在写什么？看这个，东东，爷爷是东东，像东，看。妹妹，等下听我讲话，听我讲话，妹妹，我吃掉了，好不好？妹妹，你没有吃掉，好，我吃掉，妹妹。不是说可以吃掉妹妹吗？来夹一下，爸爸看。我想下一个，爸爸，我想要吃。爸爸，我想要包包，妈妈我要你包包。小时候吧。晚上可以不用吃了，觉得。588。阿爸也来帮忙。588。
水的，可以，是啊，是，很好吃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的水给我。拜拜。